那哪个？这个，这个吗？他们都进了大学，我却进了大学的食堂。还有形容词，主语和谓语也要分清。我叫李佳明，一名没考上大学的美术生。对于别人来说，一次考砸，大不了重来，而我没有重来的资本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而我却梦想当一名画家。达芬奇画鸡蛋，一画就是3年，我比他幸运。除了鸡蛋，我还有一整个厨房的素材。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得到，你直走然后右转就到了。谢谢啊。今年终于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吃饭了。